前两天煮回来，我看一样，这里面是一个锅子，拿来给宝宝煮东西吃的。哇，里面还有一个包装哎。这个是一个蒸锅，拿来给宝宝蒸蛋用的。我们这个是买的那个九阳的，这个锅的话是69块钱。这个包装还挺严实的。锅会不会小啊，小白？你这小朋友这么大够了，他能吃多少？这个感觉像那个电饭锅里面的内胆呢。这个可以用液化气、电磁炉都可以煮的。好了，现在这个手把已经装好了，我们拿去炖汤。我们先把这个锅子先清洗一下。等一下还要煮一下开水哦。这个打火的我还没用过，是这个东西吧？是一个打火的吗？小心一点啊！哼，这个好一点，不会伤到手哈。这个液化气灶太高科技了，还用这个打火的。姐你怕吗？怕。这个是昨天从妈妈那边拿过来的那个老鸭鸭腿，给宝宝煮面汤嘛。对，煮点面汤没事。我的皮，这个鸭子，这个皮和筋已经被揪掉了，先洗一下。我们把这第一次的水啊，给它倒进去。先给那个鸭腿焯下水，这边汤给宝宝煮面。我们把这个焯过水的这个鸭腿给它夹出来，倒半锅子水吧。鸭腿盖上，打火。哦，吓到我了。宝宝煮面，我们买的是烘式的，本来昨天也买了个方管的，但是看了一下它那个分有机和不有机，我们就先买这个胡萝卜面条吧，因为宝宝还没有吃过蔬菜。从简单的开始吃吧。哦，这个面蛮贵的哈，才这么一点点，20多块钱呢。对啊，22块钱，还不到半斤哎。够不够这么点？因为宝宝现在还嚼不烂，所以跟他砸碎。搞得这么碎吗？人家都不见了。怎么可能？喂到鼻子里去了。啊，这么多。咸不咸？还想多买几个的，他多吃点，到时候等下你爸爸那个面条都吃不起了。你知道一盒要多少钱吗？那个有机的一盒都要30多块钱一盒。对，吃个大的。他刚刚要喝水了哈。吃上瘾了哈。可以了，干完了，行吧。下次可以给他多煮一点哈。第一次嘛，给他做试验水没吃过啥，看看吃的好干净。他还想吃是吧？还想抓那个碗哈。